双十一的时候从网上买了一斤猪肉，今天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买的是一斤，刚才称了一下是一斤零六两，差不多，这包装得有六两吧，看一下。打开了，里边有光光，不管什么，什么形状的？哎呦，你们手上都湿了，这湿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什么样？哎呦，结实啊，咋不结实嘞？哎呀，你不动了。这么结实，哎，实在是那么多，哎呀，那吃不给死呀！哎，我操！拼多多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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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，呀，尴尬呀，那么甜。哎，你剪了成什么了？太结实了，太结实了，实在接不动了。什么结实？往中间画呀。我的天哪，烧！天哪，恶心死我了！我完全没有食欲了。哎，闻着还很臭，这不会真是湿了？哎，哎，拼多多这个链接大家还要吧？来，你们来试试。来，发了，他发了一万四，一共洗出来，然后给十一嘛。还有网友就说了，这拼多多上市让中国打假。上面有广告吗？对此呢，还发支付宝红包。哎，拼多多，拼多多红包。联合创始人达达和，我的天哪！先后出面对外界具体受不了了，进行了一一的回应。我洗出去了。对于假货的问题，创始人合伙人达达就回应了：假货是人性的问题，假货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，要三岁的拼多多承担不公平。好一个人性的问题，好一个社会的问题，在这里我们说的，你这句话就是一个万金油。不过，可笑的理由是，你作为一个平台，你对于它的监管力度是不是应该抓大？你负责监管，你负责销售，难道不应该看看他们的质量？刚才问了一下拼多多的客服，他说都在下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就有什么东西，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味儿，哎呦，下面有什么东西？下面有什么东西？下面有什么东西？哇，还真可以用东西呢。下面什么东西？有肉吗？有肉吗？哎，有味不能吃呀，这个味儿，哎呀，哟，还真有点个肉嘞。不过发买卖有卖东西啊，淘宝上，不管买的是一斤肉啊，你发的这个什么玩意儿？啥呀？你还真有点了，倒不出来啊。看滚蛋呀，这个肉，看上去白色的。俺买的是一斤肉啊，给送这些屎啊！哟，真有点了。哎呀。哟，倒是这个，还是一大块，挺硬。要不直接尝尝吧，尝尝，尝尝。肉味道还不错，还行，一股火腿肠的味儿。买这些东西太坑了，什么玩意都是。不能领那个肉呀，都给塞呀！哎，好，不跟你们聊了哈，淘宝上有卖东西的，我去看一下。小爱同学，打电话给坑多多，找到多个相似联系人，你想拨打第几个？第二个。欢迎致电拼多多消费者服务热线，退款问题请按一，物流问题请按二，
催商家发货，请按三；运费问题，请按四；平台活动、优惠券及拼团问题，请按五；若您是拼多多商家，请按六；澄清，请按星号键。没有。退款问题，请按一；物流问题，请按二；催商家发货，请按；运费问题，请按四；平台活动、优惠券及拼团问题，请按五。若您是拼多多商家，请按六；澄清，请按星号键。按就一吧。退货退款，请按一；商品已发货但还未收到，请按二；商品未发货，请按三；催促加快处理退款，请按四；澄清，请按星号键；返回，请按井号键；结束服务，请挂机；员工服务，请按零。哎，比充水箱还有任何服务。王总，你们这里买的已经入，他给我发了一万十样的东西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抱歉，你是买的什么商品？十一号，十一号应该是中午吧，买的是已经入，上面写的是入，发的也是入，买了之后发了一万，什么玩意啊？上头给十样，下头藏了一顶那个入。收货时间号码是这个手机吗？是。这边正好有一个二十二块九，你买一个这个没拆扣是这个对吗？就这个。哦，好，我这边我已经看到了，你当时呢也把这个呢就收到这个商品也快递收来了，就收到之后的话，与这个实物上面就是严重的描述不符，对吗？是不是我给商家看了？我六台机主你能看了呀？嗯，好，我看到了，我已经看到过了。你们这平台太没有隐私了吧？六台机主你为什么能看到？我看到过了，我看到过了。你为什么能看到？你平台尊重一下人权吧。你为什么能看到人家六台机主呀？我们是客服。你是客服，你可以驾驭在法律之上吧？你就可以看人家隐私吗？谁给你的权利啊？没有看见隐私呀。六台机主不是隐私的，什么是隐私？啊，这个聊天记录就是隐私，对吗？哦，好。别给你扯这个，你就说这个是我买的，我发的买的时候都发的什么玩意儿？好，我会把问题给你反映上去的，那个不我不要回复啊，我就要入，我也不要退券，你就给我发完入过来，我要吃入，我一个人不吃入了，你我要入。好，发入啊。一到三个工作给你回复。一到三个工作日，你给我发一万，发图片上的入，好好的，你不能瞎做。要入之后，我得先到仓库吃啥，晚上我下头多我怎么办呢？没多我得吃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给你记录清楚了。必须是图片上的入，主要是现在这种。没记录管什么用，你发不发呀？我们是平台。你们是平台，你让他发。好，我会给你记录清楚的。你快点哈。那还是其他的关注点？没什么了。啊，这里是我有看。光看。